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是曾小瑜，歡迎大家收看人民必答的環節，先跟大家跟進一下最新的市況。上證指數跌12點報3312點，深證成指跌23點報11281點，滬深300跌13點報3462點。恒指方面咧，暫時報22600點啊，咁啊見到明顯個升幅就收窄咗啦，暫時升231點。國企指數10297點，升57點，大市成交513億。呢節咧請嚟郭 Sir 咧同我哋一齊分析一下呢個市況，兼且咧接聽家庭觀眾嘅電話噶。郭 Sir 你好，係你好。咁啊事不宜遲啦，一齊聽收聽咧第一個家庭觀眾嘅電話，有陳小姐。你好，陳小姐。喂，系，唔好意思，我姓张嘅，系，系系，我想请个系郭顺咧，郭顺咧，咁啊系有一个咧阿芝芝咧，我想请问下，我可以问几只股啊？你逐只嚟啊，好唔好啊？好，问咗只只先。阿芝芝799系啊，系咗799系。有冇货噶？我即系有货，我输咗一半钱，我想换码，我想请个下郭顺。6蚊买嘅啦，系咪啊？我是六個幾米的，六個幾米，好啊，那我們一隻來啊，先解答這隻先啊。好，那799 IGG 暫時做緊3.1啦，今天升幅超過3%的啦，那張小姐都要蝕了一半啦，升了3%都還蝕緊一半啦，六個幾米的，應該怎麼部署啊，郭 Sir？咁啊，經營嗰個網絡嘅個遊戲嘅營運商咧，其實喺上一陣嘅升勢咧，喺資金主導之下咧，全部上天嘅。咁啊，可惜嘅地方咧就係六個幾人錢，當其時買落去咧，就其實成個勢頭咧已經開始慢慢逆轉噶啦。咁如果你冇做風險管理嘅，辛苦咪自己咯。喺度講咗好多次噶啦，大家要追一手貨咧，再向上望咧唔係問題，個個都想賺錢，包括你同我。不過咁喎，佢低價上嚟升咗咁多，萬一我追落去個升浪升完咗，咁我唔係好吃虧咯。咁到底我要輸幾多離場咧？一般嚟講啊，8-10% 應該就要考慮自己嘅持貨能耐啦。其實最慘就係你有能力去揸，如果冇能力嘅啊，錢唔多嘅，算數啦，輸10% 走咗啦。但係遇到你係有能力去揸嘅，唔緊要，自己錢擺喺度先啦，咁樣咁一輸起上嚟咧就唔係10% 啦。其實嚟到而家已經50% 啦。咁啊，以往績嚟講咧，8倍嘅市盈率，7厘嘅股息，咁其實嚟講咧。如果可以捱得到的話咧，我而家呢個價我反為建議你捱埋去，因為佢跌得咁深，咁啊早前啊6蚊啊或者更加高嘅時間咧，估值梗係高啦，嗰時係投機啊嘛。但係你到而家8倍左緊嘅市盈率，我又唔覺得係特別貴噶咯。相反嚟講，個股息如果維持得到有7厘派送嘅話咧，其實中線少少部署咧問題唔大噶啦。而家呢一分鐘，如果可以揸掉個手貨嘅，暫時就忍忍先。咁啊，當然知啦，佢嘅業務能唔能夠平穩咁樣發展咧？呢個就好關鍵啦。因為事實上好多公司咧，過去我哋見過啊，1-2年嘅業績咧好亮麗嘅，但係到第3年、第4年已經完全走下坡噶啦。咁如果你咁啱喺好亮麗嗰下買咗落去，你睇佢未來前景仲係好嘅，點知過後1年、2年、3年全部都走下坡嘅，咁啊吃虧嘅就係自己啦。所以幾時都好，買完嗰手貨唔對板。8-10% 嘅下跌，一定係犯咗錯噶啦！一係你就高追咗，一係就佢嘅基本因素已經轉差啦。有理冇理，一定做個指示先，因為到你要真真正正了解到佢去到邊一度先至唔跌咧，你付出嘅代價好大噶。6.6跌到落2.62咪唔跌咯，但係你付出嘅代價已經係大到你難以相信噶啦。而家呢分鐘忍得到就忍埋佢啦，好唔好？好啊，咁啊，張小姐係咪仲有第二隻嘅股票想問噶？要係輸得好勁嗰個1165啊，1165係啊，咁啊幾錢買噶？都係5.幾美噶，都係輸得大半啊。係，咁啊1165順豐清潔能源啊，咁啊暫時做緊2.46咁啊，今日嘅暫時冇升跌嘅，咁張小姐都5.幾買，又係冇咗一半啊，點樣佈置啊，郭 Sir？咁啊，經營一啲咧高性能嘅一啲太陽能啊，咁其實嚟講咧，我自己傾向於咧，成個板塊咧都係有政策扶持。不過早前嚟講咧，係可能咧就股價咧係升得太過多，亦都係有過分嘅投機啦。咁嚟到而家呢刻咧，反為咧由高價落嚟已經跌咗一半啦。嗱，最高上過7.幾銀錢嘅嚇，咁啊技術上嚟講咧，已經係由低價上去已經升咗成4倍到5倍噶啦。
咁啊翻落嚟咧係五個幾人錢買，其實都唔算話特別最貴嗰首貨，因為由七個幾跌到落五蚊咧，跌咗兩蚊噶啦。你先再買落去咧，都係啊睇住個價落到某個水平，你先再買啫，唔緊要喎。但係問題，當你買入之後，佢再跌多8% 嘅話咧，即係話咧佢嘅跌勢仲未止，更低嘅股價仲喺後邊。咁嗰一刻又做用翻我頭先所講嗰句，又係要做風險管理。咁啊，老實講啊，兩隻股份已經冇咗一半啦。你而家叫我問我好唔好話沽咗去買其他股份咧？我反而覺得咧，冇咗一半嘅股份，只要佢嘅業務唔變啊。佢嘅前景仍然都仲係有政策扶持嘅話咧，嚟到而家呢個價，我反為覺得你唔需要再賣咗佢噶啦。咁啊，當然知啦。如果業務有變，或者個基本條件係完全改變曬嘅，咁就冇辦法啦。咁啊，睇翻個業績公佈啦，其實嚟講咧係有少少放慢嘅，呢個係冇辦法噶啦，因為過去個估值實在太過高啦。但係我自己又傾向於咧，由於國家咧希望未來一段時期咧都係盡量減少啲碳排放，取而代之咧就包括太陽能發電啦、風力發電啦、垃圾發電啦、天然氣發電啦，甚至乎核能發電等等咧，都係有一個取代傳統電煤發電嗰個趨勢噶啦。咁啊，你要轉馬嘅，我冇意見。但係如果真係要咁轉咧，我諗咧你可以考慮只1816嗰只係啊。中港核啊，咁啊未來嘅核電嘅嗰個發展咧，每年都有5到6個個項目噶啦。咁啊，況且14億人嘅中國對電嘅需求係好大，但係直到而家呢分鐘咧，70% 嘅電咧係嚟自燒煤噶。咁至於什麼太陽能發電啊、風力發電啊、其他環保發電咧，佔整體嘅電嘅需求咧，不外乎幾%嘅啫啊。咁啊，如果你唔用核能發電嘅話咧，你想一路發展落去用啲咁環保發電嘅話咧，其實咧係有好大嘅難度噶。咁啊，可以揸住嘅就揸住啦，係咪冇辦法啦？如果唔揸住，你想轉馬嘅，有一隻你考慮嘅就1816。不過最多就係有錢嘅攞出嚟，我買多啲1816，剩翻我啲5個幾銀錢揸落個貨，我就咁揸住算數啦，好冇？好啊，咁啊，張小姐仲有冇第三隻股份係要問郭 Sir 咧？我真係miss 啊！我有一陣咧真係揸得好多年噶啦，都係2010嗰陣時升5.6蚊，就10蚊跌落嚟噶。嗰個邊只股份啊？2010即係嗰啲係股啊。2010。啊，答款嚟啊！好，答款嚟。咁啊，幾多錢買落噶？我係早十個幾年跌落嚟5蚊買嘅，我諗住平啦嘛。咁啊，5蚊揸到而家，就剩翻1.幾。我想轉嗰個咩嗰個恆生啊，唔係衍生啊。我想睇下衍生係嘛？衍生係嘛？係。好啊，咁啊，2010達芙妮國際咧，暫時做緊1.41啊，今日升幅超過1%啦。咁啊，張小姐就唔係好好彩啦，就10蚊買落嘅，咁啊跌到5.幾，以為就止跌噶啦，但係點知仲要跌啦，跌到1.41啊！暫時嚟講，應該點部署啊，郭 Sir？ 頭先你話咧，係咪想轉只衍生啊？嚇，6893嚇。如果要轉嘅話咧，咁就轉啦，因為衍生咧，其實嚟講咧，佢好啲嬰兒嘅一啲係健康啊茶啊，或者係開胃茶等等咧，其實藉住咧一孩政策有變咧，嗰個未來嘅銷情咧，都會有個憧憬嘅。簡單啲講，如果兩隻股份擺喺度，我資金得住，我買達芙妮啊，我定買衍生咧？我諗我一定會買衍生。你如果要轉嘅呢只，我反為同意，我唔反對你轉啦。啊，好啊，多謝曬張小姐你嘅電話啦。咁啊，呢節時間咧就差唔多啦，先同郭 Sir 做翻申報。頭先提及過嘅股份或者指數相關資產，郭 Sir 有冇持有？